1990年3月， 原来做生意的翁明辉先生在台北市找了一块山坡地，开始建设私人花园，取名为后花园。因为翁先生当时也在打高尔夫球，所以想做一套实用的球具，在自己的花园里挥杆散步，因此花了2年的时间研发球具。 首先，球的大小灵感来自楼梯扶手上方的圆球，大小适当，十分适合一手掌握。而球门柱的设计想法则来自台湾啤酒瓶。此外，在聚餐时 看到红酒杯，而有了将红酒杯倒挂于球门中间，以作为明显辨识的木球是否过门的依据。而球杆的球头设计经过数次的测试，最后也一样采用台湾啤酒瓶的造型，将杆头重心放在杆头前方，挥杆时才能更有效地将球击往远方。 整组器材包含球、球杆、球门，前后历时2年的改造才研发完成，形成挥杆过门时原本上下颠倒的红酒杯得以翻转，象征着为选手成功过门喝彩并举杯庆祝的有趣意义。 在1992年5月间， 球具和花园里的第一座球场，是二球道都已完成，许多朋友来后花园打球之后都很喜欢，所以决定成立组织推广木球。1993年9月， 在台北市成立第一个木球协会，并制定规则，且开始在台湾及亚洲地区推广。除台湾当地的推展外，陆续前往马来西亚、大陆、泰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蒙古、越南等地。 1997年开始往欧洲地区推广，协助各国成立木球协会，并举办讲习会和举办比赛。1999年成立之亚洲木球总会、欧洲木球联盟及国际木球总会等国际木球组织。
2004年国际木球总会创立以来，首度举办第一届世界杯木球锦标赛，并协助国际大学运动总会举办第一届世界大学木球锦标赛。2006年前往非洲发展，先后于乌干达、肯亚、马拉威、史瓦季兰、南非等地举办多场木球讲习会，将木球运动传入非洲地区。2008年，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于巴厘岛举办第一届亚洲沙滩运动会。2009年，前进中亚与中东，分别前往了哈萨克、吉尔吉斯、阿曼、伊朗，办理多场木球讲习会。2010年，非洲木球联盟成立，正式启动了非洲地区整合性的木球推广活动。此外，同年还前往中美洲与印度推广，并协助当地生产木球器材。多次的国际裁判与教练讲习会的举办，以培养更多专业的国际裁判与教练，使推广木球更加完善。每年除了有十多个国家举办木球公开赛，更有2年1次的世界杯、亚洲杯与世界大学、亚洲大学木球锦标赛。此外，2008年开始，亚奥会每2年举行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也是木球的年度重大活动之一。除了国际赛之外，各国也在当地举行多项国内比赛与活动。
历史最悠久的台湾国际木球公开赛，至2011年已经连续举行16届。在这16次比赛当中，每一届的台湾公开赛中，都不乏来自世界各国的木球好手参加。主办单位每年也选定不同城市举办。马来西亚兰竹木球场与台湾彰化北斗木球场是木球运动的专用场地之一。木球除了可以在专用场地竞赛之外，还能够在学校、公园的草地以及海边沙滩上举办活动。也因为木球运动适合各个年龄层，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所以木球运动发展得非常迅速。发明至今虽然只有短短1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政府与长官的重视及支持推广，并透过各国朋友的合作之下，木球已经逐渐茁壮成熟，且迅速地在许多国家有了很好的发展，显示这项起源于台湾的木球运动已经走出亚洲，并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这项竞技又休闲、健康加快乐的新兴运动。木球运动是一种由中华民国国人发明的运动，已经推广到国际。国内为了加强木球运动的推广，已经列为大专运动会及中小学运动会比赛的项目。今后更要加强培训优秀的教练和选手，让木球运动能够在中小学扎根。玩木球，竞技又休闲，健康加快乐。全民一起来玩木球，乐在运动，活得健康，大家一起来。这个运动已经在全世界有30几个国家跟这个团体来推动，并且也获得各种世界性重要比赛的这个认定。我们一起来努力，让台湾这一项发明成为世界各个地方所喜好的运动项目，从而让我们台湾的这种软实力借由木球运动的推动啊，让世界看得到，让台湾在世界各个地方发光发热。